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11月20号、21号、22号，也就是星期六、星期日以及星期一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恭喜牡羊座的朋友。生活当中如果有一些低潮的心情，也都能够透过好朋友的陪伴，让我们度过低潮。巨蟹座的朋友呢，可以检视一下自己的未来计划，而且开始慢慢的酝酿了。双鱼座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哦，身边会有新的对象出现。比较需要留意的星座提醒狮子座的朋友，家人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口角上的冲突。天蝎座的朋友，这个看电视、滑手机千万不要太过度了，免得视力衰退的问题出现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3，颜色是黄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8，颜色是红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6，颜色是金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9，颜色是橘色。